两个小馋猫，开饭。今天过节给我俩准备好吃的了啊，准备的冷面，看看中间这是啥。今天天暖和，今天天热，然后吃点冷面。嗯，你最爱吃的米肠。嗯，你别跟我姑娘抢，行了，吃饭口得了。有米肠吃完了，还不够我姑娘吃的呢。那玩意儿好吃吗？你可以尝一尝。啊、这个小甲鱼。从哪儿开始吃？你想从哪儿吃就从哪儿。哦呀，这骨头，嗯，好吃。那味儿咋样？味儿挺好，辣的，可辣可辣的了。它那个甲鱼壳能吃吗？你看，硬的。妈呀，这玩意儿！我看他们吃的跟吃面包似的，夸哧夸哧吃了两口，就连壳都吃了。你咋？真的，那壳你试试。这壳咬不动了。咬不动。姑娘，你想吃吗？我想。你想吃那个太辣了。有点辣。老辣了。老辣了，别给他吃了，别给他吃了。啊。你自己吃吧，我姑娘吃米肠。吃一点，真馋的这馋。妈，这怎么像大肥油似的呢？没有个肉啊。鸡现在不还有别那？那个那一半呢？它的下半身呢？在那儿呢。慢慢吃。那玩意儿不顶肉好吃了。哎呀，没完，没有啥玩意儿。